生孩子很辛苦，但是生完是不是恢复也是非常的艰难的？我生完孩子五个月的时候，就复发了。哦、复发了有。趁趁心无力的话，熬夜是大忌，感冒是大忌。嗯，太辛苦了。还是外伤。对，我每天晚上起来三次喂奶，然后基本上没有办法睡觉。熬到五个月的时候，彻底崩溃了。120把我拖到医院，我就第二天吧，医生就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就告诉家里人，如果我今天晚上这一夜过不去的话，可能只要家里准备准备后面的事情了。当时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来了，以我妈为首的阿姨团们就在我的房间里面放声大哭。我躺在床上啥也动不了，眼睛也睁不开，其实我那时候特别平静。我听不见外面哭泣的声音，那个世界只有我自己。我在想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熬得也挺辛苦的了，我要不这次就算了吧，就这样平和的离开吧，也挺好的。因为我每一天康复，每一天这样折磨自己也很累。我先想着想着，然后门砰就开了，就一个人在喊我，他说：“汪迪，汪迪，你睁开眼睛，你看一下，宝宝来了。”哦，我一听宝宝，我的心就一惊。我的父亲就抱着我五个月大的女儿来了。嗯，当时我就看到我女儿就这么东张西望，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，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穿着白大褂的人，她也不知道躺在床上的是她妈妈。我当时鼻子、嘴巴全部身上插着管子，脸上戴着面罩，根本看不出来像人的样子。我女儿脸上的那个不安、恐惧、无奈的表情，我到现在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当时闭上了眼睛，我的世界无声了。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不能让我女儿五个月就没有妈妈，我要陪着我女儿长大，我要送我女儿上幼儿园，我要看她写作业，我要跟她成为好闺蜜，我要听她跟我说她小男朋友的事。如果她那个男人不行的话，我还得叨叨两句，我还要让她穿上最美的婚纱，走进最美的婚姻殿堂，我要站在她的婚礼现场发言。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妈妈也请上来吧，来，有请，有请我们汪迪的母亲。宝宝你好。你好，我叫张母轩，我来为妈妈加油。啊，我们也为你加油啊。不是说要给我们朗诵首诗吗，宝贝儿？春雨晴雨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暖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，江床火独明，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谢谢大家。好棒啊，好棒啊。